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婷。那今天要做什么了？今天是要噔噔噔噔，今天要开箱了呢。就是应该是三年前吧。我在游子营，就是理大游子营担任司仪的那一段期间，就为期大概两个月。然后在那段期间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天使跟人类。然后除了天使呢，其他就在那个 camp 里面的人也会给我们写字条，然后有很多祝福语，然后很多鼓励的话。那今天呢，噔噔，这里面呢，就麦当劳的袋子里面呢，有很多祝福语，是我之前都没有时间看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一一来看，就一起来看吧。第一个，我就选一些，有颜色的，这个有粉红色，有青色，然后有，orange color 紫色，然后有浅浅的紫色，还有这一个蓝色，这个青色加在蓝色，然后我们一张一张来看，到底是写了什么东西。叮叮哦，你看第一张就是天使写给我的，然后他是讲说，我知道做司仪很辛苦又压力，我也帮不了什么，但是我会精神上支持你。过后呢，我们这个天使跟人类的游戏是匿名的嘛，然后等 camp 结束过后呢，就能知道自己的天使是谁。然后过后呢，我就知道了这一个写这封信的男生是谁啊，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人，他也是我们的舞台部的，所以在那段时间呢，他帮我们做了很多非常好的道具，所以真的是非常谢谢他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粉红色的哦，有些字条呢他们会留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有些是不会。这个呢就是舞台组写给我的，他想说最强的司仪团，你们真的很棒。然后这个是表演前一天写的吧，他想说明天正式演出要加油，一定要拿出你101分的自信上台，为我打气，就为你打气了。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接下来我们再看，就其实在训练的那一段期间呢，我们都是非常的忙哦，我觉得似乎喝水啊的时间，然后吃饭的时间之外呢，剩的时间都是拿来睡觉，练习睡觉，练习睡觉，练习。所以这些纸条呢，真的是留到有空的时候才会看。当然有部分的纸条是看过的，就是拿的时候有时候会一时好奇就打开来看，可是大部分的是还没有看过的。哦，这一个是秘密天使。秘密天使有时候也会，他是写说久违的小小礼物啊，嘿嘿，加油哦。就是其实也是有，就有时候天使啊会送一些零食啊，就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更加有活力，然后送一些维他命 C 啊，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压力太大嘛就会生病。接下来呢，这一张是哎呦好感动。噔噔，这个呢他没有写上名字，所以是匿名的来信。他是讲说，丽婷喜欢你的主持方式，很可爱，声音也很好听，谢谢。昨天你说的想家的故事真的有点醒了我，我好久没有打电话回家了，谢谢你，加油。其实在集训的时候啊，我们身为司仪，我们也是要主持每一次的立场，就是说大概就是我们要讨论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然后那一天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想家的故事，然后我就是想要，因为我们都是游子嘛，就一起聚在一个槟城的一个小地方来表演。可是很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回到家，有些人好像我们忙过头也会忘记打电话回家给父母。那一天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感动的故事，然后就鼓励他们打电话回家。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张呢是什么呢？阿峰，谢谢你，他是我在集训里面收获到真的是最好的朋友。
我只能这样讲，他是最有默契的搭档。他讲说，整个集训和我最有默契的人，我们要加油，还有不要再叫阿鹏贱男人了。就是因为如果感情越好，称呼就越贱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张要好好收起来。下来呢，就我们来看这个，噔噔，这个是我的 senior 写给我的，就是慢慢。他讲说，你的进步我看在眼里的，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生，教你的东西一下子就会，好好去利用你的优势。嗯，他也说多花一点时间去揣摩角色，因为我们游子营的稿呢，其实是more多，如果说讲我们是多过于演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其实要揣摩自己的角色。我今天演的是一个疯婆子，所以我就要有疯婆子的个性。好，他想说离演艺会呢就剩下了18天，就该做的就做完它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其实我非常欣赏慢慢这一个学姐，因为她给了我很多鼓励，然后我都是以她作为榜样，一步一步的去进步。噔噔，接下来的这一张纸条呢，哦，也是慢慢的，慢慢总是会用比较 colorful 的来写给我。他讲说，嗯，你的表现让我大吃一惊，比起你来 audition 就是面试的时候进步很多，越来越放了。其实为什么要讲说越来越放呢？因为很有时候我们表演呢是需要很大动作，如果你的动作很小的话，就是观众看起来呢就是不会有那么的好看啊。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跳出框框，学个不一样的角色啦，就揣摩那样。有没有让我感动的字条呢？哦哟，我不知道这个是谁耶。他只说四一团加油，冷笑话可以再冷一些，因为有时候为了搞气氛呢，我也是会讲一些冷笑话给大家听的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嗯，他没有写名字。这张纸条好小哦。加油 MC， 加油丽婷，加油四一团，谢谢。那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这个人呢，他写说不是你的天使，就是他不是我的天使，可是很有可能就是大多数啊，他都是集训里面的人。他讲说看到你为自己努力打拼，我好为你高兴。主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经验，慢慢的累积，别急着表现自己，相信自己多些，别怀疑自己。其实一开始当主持人的时候呢，就当司仪的时候都会觉得哦没有自信啊，台下人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。可是慢慢呢，就很多朋友给鼓励啊，然后看见台下的这些观众啊，都有慢慢给一些反应，其实过后的感觉是慢慢越来越上手。接下来呢，有没有哦，哇，这个很贴心耶。这个是之前有一个人他买了凉茶给我，然后他就讲说因为怕女生有时候不能喝冷的，所以买热的，如果要喝冷的就放在冰箱里冰一冰再喝吧。哦，他讲加油啊，我知道他是谁，真的是很贴心。其实有时候都是因为大家的鼓励啊，然后才能就坚持了这两个月。因为说简单也不简单，然后说难也不会很难。这个呢还是想说，嗨，我是你的守护天使哦，要多多走出试衣房，大胆的去八卦一下，认识一下新朋友，在 briefing 的时候才会有话题聊啊，才会进步哦。哦，他讲说这个信箱外表或许有些平淡，这方面就留给你自己去发挥创意，自己去点缀咯。我认为自己有份付出的东西多么微不足道，永远都是最宝贵的，加油吧。因为我们要给人家把这些信投进去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个信封。信封吗？哦，不是，是信箱。然后过后呢，因为司仪会需要每天排稿啊，然后练习，所以会比较忙一点点。然后我的这个天使呢，他就非常细心的帮我做了属于自己的信封，然后真的是很感谢他。接下来呢，还有哪一张纸条呢？
其实大老师我是匿名哦。哦，这个呢是我。是我在大学的好朋友，他想说嗨嗨，演艺会倒数两天，期待看到你在台上当司仪，然后是有可琪啊、慧敏啊、芬莹啊、安娜，还有依文写给我的，所以真是谢谢你们，就有你们的鼓励和加油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是最感动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很难熬，可是如果朋友给鼓励的话，或许会比较窝心。丽婷加油，司仪最强！噔噔，我看到这一个笑脸，我就知道是你了，黄思慧。其实这些呢，都是他们托朋友然后放进我的信箱的，因为那个信箱呢是在集训的那一个屋子里面才有的，所以可能是他们 pass 给集训里面的。团员，然后团员再放进我的信箱，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哦。加油，司仪，你是我们的开心果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负责讲冷笑话给他们听，有时候也是会讲一些温馨的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讲温馨，而不是冷笑话，因为冷笑话很难戳到那一个笑点啊，每个人的笑点都不一样，很惨的这个，哇，密密麻麻，这个是应该也是私会啊，就是想说有吃饱饱吗？有睡好好吗？就是讲说希望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我，我知道你想我了，谢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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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还有很多赞，真的是非常谢谢那一些有给我字条的人，真的非常谢谢你哦。多说一些冷笑话吧。哦，爱心里面到底有没有字呢？哦，我看了，等一下我折不回耶。哇，有字了有字了。哦，迷恋者不是我自己讲的，是他写的，看到吗？迷恋者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 focus 到？迷恋者。他就讲说演艺会剩没多少天了，熬夜的日子也快结束吧。对，我们练习的时候通常每天都在熬夜，都是凌晨三点才可以睡觉。然后他就讲说司仪稿之前一直被烂油子，就是我们的 senior 批评了，你们改了又改，现在终于被认可了，加油，你们的努力我都看得到的，期待你的演出哦，谢谢。看，我就讲了，我真的是折不回了，惨了，怎么办？OK 啦，吼，还可以。啊，好多字条哦，哎，这个西普伊玛是萨拉瓦客家话的死肥婆，我就知道，哼，只有家具才会这样讲我。加油，开幕稿加油。 B 是代表阿蒙，是跟我一起合作了很多个稿了，然后开幕呢是很 formal 很正式，所以开幕稿呢我们要咬字要非常的清楚，然后台风要稳健，所以开幕稿呢其实可以说是蛮严肃蛮难的。谢谢你阿蒙。哈哈，丽婷，看你人小小可爱可爱那样，但是你不会怯场哦。看了上次的水准后，水准呢其实就是每个星期我们都有一次的排练，然后我们都会完整的呈现演艺会当天的真实情况，所以我们每个星期的星期六都会有水准。看到你上一次的水准过后，觉得你的表现很不错，继续加油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其实我要谢谢每一个给我写字条，然后送凉茶的每一位朋友，谢谢你们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，我黄丽婷才能在演艺会上面发挥的那么好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。
好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结束吧。其实有时候有还有很多匿名的文字啊，我真的是希望你们可以跟我说是谁写给我的，因为有很多字都非常的温暖，然后我真的是很想亲自的谢谢你们，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看人家字体的人，我觉得手写的字呢是最温暖的，所以呢谢谢你们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三年过后，我重新再看回这些方块字，这些手写的温暖，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幸福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